为什么很多癌症朋友找我都不会死？因为我告诉他，你才是医生。当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死，你演戏。当你告诉你自己不会死的时候，你身体淋巴会起来。我老家伊有癌症，伊讲袂死，我，伊饲我遮侪年，阿无讲我是膨胀，我才不跟他说膨胀，拼伊啊，赢当白杀，他会把那个癌细胞怎样？杀死。因为我刚跟你试验，他做灵疗，但是我用西医的角度来探讨，它叫做记忆疗法。你看，刚刚第一次可以灌输你的说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没有力，我没有力，我没有力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这样跟你讲？这时候，因为你身上有65点多是水，水，水本身有记忆系统，所以你告诉他的是，你累了，你有病，所以你身体很自然发不出力量了。你的淋巴也会开始消极的不去杀细菌、杀病毒。但是，我第二次在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很健康，你没有病，你力量很大，所以你自然而然力量会很大。你本身的淋巴系统 ，T 细胞、少细胞、骨髓细胞，它会怎样？它起了会变成一个很巨大的。去杀害癌细胞。我今天早上有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在外面，既然要多走动，会产生什么东西？一氧化碳。一氧化碳。还好，不然外面天气。所以你要不要让你的血管的一氧化碳强化，分泌更多，让你血管年轻？要不要让你的神经系统？一氧化碳更多，传递性更正确。要不要让你的 T 细胞、T 细胞、细胞一氧化碳产生更多？那个杀敌人的系统呢更强壮，靠谁？靠自己。要不要动？要。你回想看看，癌症这过这些年来，是不是因为太少动？你给他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下半身不动。现在不动，你说我去举重啊，我下半身不动。一举重是训练上半身，下半身不动，血液是不是由下面往上？对，是不是？我由上面掉下去，最后是不是要由下往上？有没有人告诉我们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对不对？是要我，要不要把血液送到心脏？给心脏送到上面，让它再下去。要不要你的心脏？产生了磁波共振，那磁波共振分配血液分配到肺部里面，所以要不要多做扩胸运动？要。所以没有问题。谢谢老师。必须你要告诉自己是说，才能告诉自己。为什么我一直上课一直告诉你说，你不要告诉我做不到。我为什么叫你说，你们一下只能说我有进步的空间，不是我傻瓜。不是我欺负，而是我告诉你事实。你必须告诉自己，我有进步空间。告诉自己，我没有病。为什么渐冻人臃肿15年医不好，要求5个月的时间可以游泳可以爬山？我做到，不是我做到，是我的学生做到。他愿意100%相信我。老师，是的。右脚很紧，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哈。男生女生都要按。
那你们运你们运运到不行，发小票，发小票。这位先生可不可以照？不要拍脸，不要照到脸，不知道是谁。没有，加脸的，李什么老师？很厉害，右看，你看右看，你看右看，右看人把安尼把你看看，无有一条一条，啊你看这块，你安尼看，安尼，人家电，人家电，人家水果家。喝什么？稍等一下，放松放松。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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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气，放松，吐气，放松，放松，吐气，放松啊，对，吐气，吐气，放平松，放平，吐气，放趴下，呼吸就好了，很快就散掉，很快散掉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啊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你们带了，带了。因为这边不通的话，你的免疫系统一定不会提高。这是人体所有的能量总部，但是谁告诉你？因为肝经、肾经、脾经、胃经、什么心包经，在那里都是经过这个地方，任脉、督脉、冲脉都是经过这里。但是谁要告诉我？这地方越大，不代表你强壮；越大，代表你是萎缩，容易生病。放平上，开始胃经，放松。那大团，这样加起来，你嘛分钱我好吃了，我养到要死，出来出到要死，我嘛不能养啊。你地无去的咧？那我地无去，我养到要死，我一百分我吃一个啊！哎，少年安尼无意思咧。我今天去出嘴。无去啊！你要叫我做咧？再出嘴。啊！你讲养到要死，你无啊？老师，一百分你吃。还是没有钱，这个。啊，这里啊，两万把它抽到，这太大，把它抽到哈，少一半。像那个修复的时候，有没有怎样的姿势或者手法？没有，就是你两个人给他支留去啊，支留去。那十五要说的，那十五要个，你两个就一条，凡是一条一条，一颗一颗，片状、块状，通通不对，你要把它抽到怎样？Q Q 绵绵的，让它完全畅通。就给它转下去。血压，有时候高一段，有时候低一段，你这样。我。不正常，我不要。那边高，那边低，我前面可以讲。两米一百五十，我一百六十，然后又掉到明天还是又到晚上，到晚上又只剩八十多，所以谁呀？来坐着哈，血压会不稳定，其实是人体的静脉逆向虹吸原理。不稳定。假使我下重来，他在，伊就血压就正常。我上来还不高，伊血压就比较高。所以这都是归咎于在这只脚上来，跟这边上来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地方完全怎样打通，拍死，无一只腰咯。赶快站桩，赶快把这边每个地方、每个位置，赶快是抽抽拢拢、抽抽拢拢，抽到哦，更比你更多一点，能够挣到两千下、一千下，哦，五百下，啊，它会让你血压归于正常，哦，那平常维他命 C、冷凝子都吃，哦，当然我叫你长赶紧讲蒜头，哦，姜，哦，炒来煮，哈、哦。哎、欸，但我列血管会比较稳，支持血红啊走，真好。但是我先跟你讲嘛吼，等于唔好甲阿妈，哎，厝吼足臭啦吼，啊，出来吼，
我一般来讲，我知道很多家人听老师讲了以后，回去都会煮，啊，煮完以后都会打电话来骂我。你们不要打电话来骂我，哈，我已经被骂很多次了，哈，啊，因为在上次拍走了，你拍走了，因为就吵，就吵，所以一直有人一直要跟老师讲老师，我去做红家的后啊，要死啊，都被他叫老师走啊，讲老师，你家走较好啦，较方便，我安较方便，你家走吼，那边吼。我现在好像在那边吼，好像你暗时不该跟你开讲，因为暗时困不起吼，血流顺畅吼，啊不该跟老师开讲吼，所以那声音就干了。你把静脉药你做，讲那么搓搓揉揉老师，我再来问一下啊，我有买那个纳豆红曲，还有纳豆。不是啊，纳豆红曲，你有纳豆不就有吃纳豆红曲就不要吃纳豆，纳豆就不要吃纳豆红曲。是啊，啊，其实我最喜欢是你们，假使你们没有血栓，根本不必吃纳豆；没有胆固醇过高，根本不必吃红曲。平常吃 VMC 跟卵磷脂就够了，又好又便宜就够了。啊，纳豆卵磷脂，卵磷脂是化血栓，那个纳豆啊。化血栓，啊，红曲是化胆固醇，但是事实上，假使我们的肝功能正常，晚上睡觉品质很好，我们饮食没必要胆固醇、肌醇、脂肪吃够，我们肝自然会产生蛋黄素，就是卵磷脂，它自然就可以去怎样分解，哦，整个血里的多余的胆固醇或是血栓，我们去吃够了。你血液血管里面就不会有伤口，不会伤口就不会有血那个结痂，没有结痂就不会卡住。啊，所以因为整个过程，因为西医从头到尾，我讲实话，把卫生署啊、卫生部拿氯红二氯烧掉，我觉得浪费汽油了，把它丢在海里面哦，我觉得对海里面的鱼啊有点抱歉，污染海水，这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这样机构。等一下，余丽，余彩云，哦，哇，色彩云，胸部比较大，又暗。我是看儿子哈，也感觉我感觉也胸部，刚才这两颗胸部蛮大的安尼。是女性化的？也不是女性化，隔壁啊，一结婚过来了后。好，现在穿衫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这两颗怎么会感觉上会很明显呢、啊？对，假使是有女性化的，那是你来的情况。他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、欸。是少症的，六块，快先发现。五。四方形的，还是比较圆形？假使比较圆形的是乳癌的前兆。是。那一般人娘娘认识乳房是比较四方形的，但是其实我们上型那个是乳癌的前兆、啊、我把它抓一抓，他笑告诉我表示、啊、你给他拧了，那没有那么圆，它比较 Q， 我再多搓几下以后慢慢会变比较瘦，不会那么圆圆的。其实你男人的乳房一直呈现比较女性化的，它已经成了乳癌的前兆。啊，你要不要来洗？刚刚讲，还是加多按摩，加多按摩。啊，至于你耳鸣的话，耳鸣我不能。耳鸣啊、哦，我想跟你讲哈、哦，耳鸣应该假使是正确的耳鸣、你不要理它，是永远医不好。假使是说这里堵住而已，你把这个给我压开。好，压开，它本身耳鸣就不见了。因为耳鸣有一种是这边的血液不上去，堵住的，那你把它压开就好了。但是假使像老师这样，因为我有上课的时候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讲话会越来越什么样？大声。大声。因为我以为你们听不到，因为我四岁就耳鸣了。
因为我出生就开始吃药，出生急救两个月，后来正式生去登记，到四岁每一天都打针吃药，所以神经萎缩。啊，以前唔敢讲，一食药食到实在骨血，才讲你们食药啦，诶，耳鸣吼袂好啦，诶，终身成废啦。啊，所以这是台湾的。啊，你无来，我医你又敢讲，讲这用医就好啦。但我会告诉你说，你把它当作什么交响乐器，别人没有，你有，这样就好了。自己鼻子要怎么越来越大，过敏了。没有，我儿子，嘿嘿，鼻子过敏很简单哈。啊，你早期永远医不好，因为鼻子过敏的问题是在这里，鼻窦、额窦，你用洗鼻器，装盐巴去洗鼻子，现在很完美。以前我们是用盐巴这样吸，好难过，现在不用。洗鼻器，嘴巴打开，压下去，水，盐巴水爬进去，爬进去。哦，就按那个啊，进去哈。啊，平常都给他维生素 A， 是因为他的鼻子的维生素 A 跟维他命 C 跟油脂不够。哎。哦，你给他 A 就是红萝卜啦，哦，或是绿藻啦，都给他吃。C 的哈，水果啦，或是啊是维他命 C、活性 C 的给他吃。啊 ，C 够了，鼻黏膜够了，他就不会接受外面的。空气的温度或是性的感染，哦，他就不会了。啊，平常鼻子都按摩，去强化鼻子，都按摩，好像每一个部位都按摩，哦，那个部位都会强化。好，是我有一个建议，那叫洗鼻器，是你食盐水用灌，它会两边都会流，就把脏脏都呕出来。对啊，你的洗鼻就跟他了。是你食盐水。哎，你放进去，对对对。你买一个这个吧，因为以前不方便，现在到处都有这个洗鼻器。不是，哦，在。这洗鼻器嘛。哦，这个。很简单啊，这本钱要十块，诶，塑胶材料，但是这去做成三四百块。不能八块嘞。啊，安尼迄个，啊，最比较得了嘛。就照片，他吃了片，有要照片，照一下照一下，都不会难过啊。是红的鼻子吗？啊，这样啊。好鼻孔。啊，嘴巴打开啊，都不会呛到啊。它都会流出来。啊，也流出来，很简单啊。啊，用点精油啊。啊。因为。因为我会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的鼻窦跟额窦，它是没有血液经过的。所以你吃药根本不可能到那个地方，没办法到这个用消炎，所以你就用，很简单啊，你就用我们一般盐巴就可以了，就盐巴就可以杀菌了。哦，这边细菌很啊，你还没有喝了，你也可以用椰子油，用椰子油这样，固态椰子油。嗯，万人尝试固态，我一口较清，我一口较清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用那个石海盐可以吗？那个盐水，这样对不对？你把它固态，把它这样头上，给它一直吸进去就对了。它就有像油进去了，它油真的，因为里面有温度嘛。它里面有两个那个。烟格下面有两个洞，下面洞是鼻洞，上面洞是耳洞，它就连那个洞，它就吸进去了，而且那个油都可以杀细菌的。因为我是没有办法用药吃进去，因为它里面没有血管，所以为什么耳鼻喉科一直过敏，一辈子都一直好。哦，对。啊，因为我是无油啊，你不是无油啊，我有油啊嘛无法多，因为伊无血管走我家来。那、啊、你站着，人家会留脏东西会留下来，他就去杀菌嘛。所以你就把它退掉就好了，它擦上就好了。用椰子油杀菌，效果比一般盐巴效果好。我有买两种，要用哪一种？随便你。我买人家。哦，都可以啊、哦，都可以。这个鼻子也会倒流呢，像我们倒流这边。鼻涕倒流是因为你看这样子。
鼻咽隔这边有两个洞，这边有两个洞。你每次的感冒，鼻咽隔慢慢怎样，会膨胀，慢慢膨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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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到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这个地方位置就比这边高，所以鼻翼怎样，是倒的。所以鼻翼倒了以后，你很多的肺部、口腔、胸腔都有发炎，因为细菌都一直在旁边去，所以这是错误。啊，你绝对不要找医生啊，因为医生不会医啊，中医也不会医啊，你不要去查台北大小医院什么中医师，用那个冷冻啊，把这边冷冻掉，拿一个那个树脂把它盖上去，结果这里变成一个洞洞，哈欠，哎，掉了，很多细菌都在里面扛，结果怎么样看到？要去做人工的骨头，然后我们丢了，后来人家靠他跑到美国去了，才敢就被就没收了。哎，老师。哦，你只要用老式方法，多按摩，提高你免疫系统，这为什么不去敲敲？你敲一敲，平常这边敲，你上淋巴就强化，这扩胸再来强化，就不会感冒。老师手麻哪里出问题？谁是问的？哎，我的哈，是我先生的，他就差不多一年。不是啊，你说老师手麻哪里出问题？老师问你是啊，老师手麻。